哦，那好，到明天。很好，好，轻松一下。第二天，应该这个是，我为什么这个题目放在最后？就是一个证给你看，啊，证给你看。那么第二个题目是，第二个文章是三种做的，医学中心做的。那么他做什么呢？他是中风失语，中风失语啊，没办法讲话，也是用这两个。然后他的评估是用简明失语症的测验，他评估的项目是简单的应答、图物的配对、听觉的理解、自发的书写、附送句子。从第四个礼拜就开始有统计学上的意义了。那么这些证据拿出来给大家看，那么大家就比较能够相信，因为这个非常严谨的，每一种这个量表都是经过认证的，效度、信度、效度都非常的严谨。结论，我看起来这几个项目，简单的应答啦、配对等等，都能够得到改善啊。所以说，即使是成就性的脑缺血中风啊，我们都有希望说让他帮助他们啊。巴金森症走路就是这样啊，因为他的肌肉的协调就已经失去。原因就在脑部有黑质体的地方，它没有办法分泌多巴胺。多巴胺现在我们在主流医学产用来治疗巴金森的，这是一个给他这个多巴胺，给他多巴胺，让他穿过我们这个脑屏障，然后补充它。好，补充它的多少是一个因素，补充不够，它还是僵硬的。补充的太多，它就颤抖的，就好比是糖尿病的治疗方法一样，对不对？糖尿病胰岛素不够，或是脂肪细胞或者肌肉细胞的胰岛素的接受体不够啊，给它胰岛素来增加接受体。后来现在又发现，升糖激素，糖尿病因为升糖激素的关系。第一型的糖尿病他没有胰岛素，那就简单 就给了。那第二型不是没那么简单，后来就发现第二型的升糖系数增高，所以带来的血糖升高。后来又发现那个 RDP 四型的抑制体，那个抑制剂，所以说我们任何调整任何一个方法都没有我们身体自行调整的好。这个巴金森症本身就是这样子，我们怎么补给它都没用，都不准啊。尤其是以我常看起来用那个糖尿病的例子来举例啊，我们给他的胰岛素的剂量永远都要他主动的配合你吃多少东西进去，它不像身体里边它自动的去调整。巴金森症你看看它的好，它的进步啊，这个是也是三种做的。这个研究，他病人是巴金森症，可是呢，他用 MRI， 还有用到 SPECT 去排除他脑子还有其他的问题。所用的就是这个1、2、3，剂量在这里。他以前所用的药没有改变，以前用什么药，现在就加上这个自然医学的产品，也用的这个 UPDRS 作为这个诊断的标准评估。其实病人基本上的资料，他有没有喝酒了、喝茶了、咖啡了？他的社会经济层次啦，他的医学的病例有没有三高的等等，还有他的症状有没有
颤抖啦、慢啦、僵硬啦、这个不平衡呢，还有这些它的时间啊，就是会研究的非常严谨的一个基本资料，现在的资料。然后影像学上正常的在这个地方是产生多巴胺，然后用 SPEC 去看的，它吸收在这里，这是正常的。糖尿病大概那个帕金森症，它这个地方影像就没比较没有了，那么吸收的减少，就是诊断帕金森症的一个例子。用了这个评估他的 mentation， 他的神智，他的行为，他的情绪，从这里开始使用，他改善了。一旦把它拿掉以后呢，他就变坏了。也就是说，这部分就是他的效果，就在第四个礼拜一个月的时候会产生效果。在日常生活活动里边，在那么短的时间看不出来，在他的运动方面，第四个礼拜也看到结果了。对其他药物的治疗的后遗症都能够获得改善，他全整个分数也有改善。所以以巴金森症这个例子来讲，这个成分对他有帮助。过动儿，一对一亲，过动儿，我们父母亲花了很多钱，一个小孩子家里有小孩子，他过动，他没法专心，整天在课堂里边捣蛋，老师被老师打啊，那么这个过动。目前在主流医学里边是有用一些药，可是能够使用这个药的比例很低啊，副作用很高。那么这个研究也是在三种做的，也分开两组。这两组呢，维持现有的治疗以外，再加上这个技能性的食品。那 B 组的话呢，只有现在用什么药就用什么药，然后呢是给他一个安慰剂，就是米粉做的，就是长相完全是一样。那么重点还是在评估过动症，因为研究一个人的行为，他有很多评估的量表去看一个问题，比如说他评估量表那么多，也值得分组。这个研究的特性就在哪里呢？当这个对照组时间到以后，六周以后，这个时间不长，才六个礼拜，就加上，这个实验组所用的东西，那么这种研究就叫做双盲的对照的交叉，从这个图里边来看哈。实验组刚开始临时的时候就开始使用，他的不专心就改善。那么这个对照组刚开始没有用啊，那从这个时间同一个时间点上使用的时候他就改善。你看这两个协议都是一样的，就代表这个完全是这个成分所带来的好处，对不专心这个量表效果。过动冲动同样的感觉加上去以后，原来实验组在这里，对照组在这里，后来就加上去 crossover 以后，他也得到一个好处。对立跟反叛加上去以后，对照组加上去以后，他同样得到这样子的好处。鼻塞加上去以后，他得到这个好处。流鼻涕有改善，对照组加上去也能够获得改善。鼻涕倒流、打喷嚏、学习能力改善、表达能力改善、人际关系改善、觉察能力改善，
不止这些，还有一些问题来去看。那么这个问题是什么呢？整体来说，你如何评价你的生活品质？就是原来这个是实验组，这个是对照组，这再加上这个成分以后，他就能够获得这种在第七个礼拜的开始就获得这个效果。那么另外一个问题是说，你享受生活吗？原来是这个样子，那是实验组对照组加上这个成分以后就获得改善。另外一个问题是，你满意自己的睡眠状态吗？有获得改善。结论 ADHD 对过动儿来讲，这个成分有点帮助。实证，因为今天的题目实证跟展望，你这从实证里面你看到证据，那就有希望了，就可以运用上去了。那么最后一个题目就是吸毒拖延，吸毒拖延，吸毒简单了，吸毒简单，那你要戒毒更难。你戒毒以后，他生理的依赖性让他受不了，让他受不了。那么吸毒部分有两种，有一个急性的拖延性症候群，有一个延迟性的戒严性的，比较影响到他的一种求生欲望的一些症状，有些两种啊，他都有一个改善。首先，瞳孔的变化，在第三天的时候就已经有瞳孔学上的意义了。体重的变化，在第三天的时候就有瞳孔学上的意义了。那对整体的症状呢？急性的戒断症候群呢？整体来讲，整体总分好。那么 trial day 就是在第一天里边，整体来讲都已经有意义了。对主要的症状就是渴求啦、焦虑啦、失眠，在那一天就开始有改善。以急性这个阶段的症候来讲，对渴求的部分来讲，第一天就已经有效果，有眼泪，第一天就有效果。那么，戒严性的阶段症候群整体来讲，在第八天，因为这个。我们定义上戒严性就是对八天以后的症状，情绪忧郁焦虑啊，第八天开始有改善，睡眠有改善，渴求这个成分对血压没有影响，对脉搏呼吸没有影响，对肝功能没有影响，对小便里边的 opioid 就是那个鸦片类验不出来。结论，这个成分对拖延有帮助。下面就是一些个案，我期待明年这个个案收集多了以后再向各位报告啊，对个案部分我都不谈了。好，现在我的部分就到此，谢谢大家。